倒数，请大家预备了，开始，五、四、三、二、一，打。总统再把客家话大声的讲一次。大家做伙拼，台家冲哈拼。哦，启动。来来，往后拉，往后往后往后，不要挡到屁股。哎呀，刚刚我冲动少，一说我真的。注意，刚刚我冲动少。三合院的中介呢，拿出来做清洁的工作。而且刚好还有首长官所清扫的是我们社区，这里是我们张家古厝前面的一个桂花树丛哦。哎，大家爱照片哦，这边这个地方也是罗老师所写的，我们麻烦请总统。哎，来阿公阿妈，那来合边啊，来，好，来阿公阿妈，来，那来这边哈，百年贺岁开心局。总统应该也蛮常贴春联的，贴还挺快的，谢谢总统。是，这里呢要跟大家还有媒体朋友报告一下，总统特地哦带来了总统府的春联，要送给龚老坪社区的好朋友，因为这个地方张家古厝未来就是作为我们社区的公共的区域办公的地方。建国百年红兔大展。我们现场朋友是谢谢总统所带来的礼物，谢谢谢谢总统，建国百年红兔大展，谢谢谢谢总统。但这个，这是蔡班长，这是我们的林长吴兰先生，哎，对，他都光着脚，身体很健康，对。你如果从中间搞不好抽一颗出来，他也不会放掉，对对，哎，他没，所以我们。在地的，这个是先人在开垦土地的时候啊，因为有石头要种，种树长不大嘛，就把石头挖掉，挖掉来种种果树，这样。寒假，有干有干有。老板好，老板好，好，社区大动员哈。对啊，对啊，对啊。一定不会的，不会，对，差不多了。有没有六岁啦？嗯，有没有？六岁有没有？几岁？好，对对对，我还有更小的。来，总统请这边走。跟总统介绍，这个是柿子的栽培，栽培这个有环哥跟，让总统猜一下，猜一下这个环哥的作用。这个环哥啊，就是说雨季来的时候，它水分很多。那、啊、我们就是把它还可以后，让它的水分不要那么多上去这样子，哎，黄金十年开国运，功劳再生富农村，功劳平乡亲加油！您亲自走到我们的时光胶囊前面，帮我们放进去时空胶囊当中。吉大利哦，有柿子，还有那个橘子哈，事事如意。哎，是。好，这个旁边是我们的年轻人哈，进来。好，谢谢杨毅，总统，谢谢您，下次再来。下次，国乐团的啊，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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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是啊，是啊。